却还没说出口。如果我偷偷牵起你的手，拉着你悠悠坐坐一起走，在转身呈现完美的笑容，你是否会感觉心动？如果我踮起双脚抬着头，还请你轻轻吻我的额头，这画面太让人脸红，心扑通扑通。跳动。Hello， 是我，上次谢谢你，每三届我反复练习，多过一百次却还没说出口。如果我偷偷牵起你的手，拉着你悠悠坐坐一起走，再转身呈现完美的笑容，你是否会感觉心动？如果我踮起双脚抬着头，还请你轻轻吻我的额头，这画面太让人脸红，心扑通扑通跳动。能不能不害羞，赶快付出心动，他就快走过走过走过。